我亲爱的朋友啊，没有事情，25岁了，你破吗？不敢。我们星星的停车高手，刚刚精心佯装到我们，哎，路大的大的，出事出事出事。哎，冰老师叫小姐，因为冰老师只花500块，所以叫到后面加。每次就要不要总是脏。先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你有什么伤痛？